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用绿豆芽和鸡胸肉做一道菜，菜名很好听，叫银芽鸡丝。那绿豆芽哈，它不像黄豆芽那样那条须很长，只有一点点，所以平时你做的时候呢，不用一根一根去摘它。但是如果你有时间，或者想把这道菜做得更漂亮些，那就轻轻处理一下。豆芽摘好，冲洗后沥水。鸡胸肉切丝，调味先。料酒、盐、丁点糖。拌匀后下点淀粉保护。转过身来就可以开火了。油七八分热，鸡丝先煸炒。变色后可以下点葱花。炒一炒就先起锅，然后豆芽直接下，不用洗锅，也不要再起油锅。这道菜自始至终都不要盖盖，大火翻炒，不要炒过了，缩水太多就变成大锅菜了。稍微缩水，我们就放盐了，少许糖较鲜。最后鸡丝回锅，就可以装盘了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